看见了吗？看见蘑菇啊！哎呀，走到山里头看着一片，这也太多了。全是啊！哎，都是啊！你看这树上，看那个树上，蜜源啊，太好了哈！哎呀妈，这里边全都是，太过瘾了这蘑菇！哎呀妈，真好，都是小蘑菇丁啊！这种是最好的了，矮粗胖啊，刚长出来的，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啊！看这边来，树根儿好。哎，你看这树根儿这，这才正儿八经蘑菇呢！哎呀。这东北真蘑菇，哎呀，太过瘾了！哎妈，好扎手，赶紧踩吧！太过瘾了，遇到片儿了。你看啊，这时候的蘑菇是真好啊，矮粗胖，而且都在树根上。看这小蘑菇丁，漂白漂白，一点虫子都没有。哎呀，我去，真过瘾呐！啥也不说了，就是踩吧。今天呢，我得满载而归呀，真过瘾。今天这个山啊，是来正了啊。多不说少不唠，赶紧踩吧，万一一会儿有人上山开始跟我抢怎么整，这是我的片儿，快踩吧。就是踩呀，左一堆右一堆啊，哎呀妈呀，太漂亮了，哎呀真过瘾，真好，啥也不说了，哎呦我去，太过瘾了，这蘑菇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啊，哎呀妈，太多了。今天啊，本来是上山打松塔的，结果我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一片蘑菇，干脆那个松塔现在我也不打了，我得采蘑菇，等我把这片蘑菇采完之后啊，我再上山里再找他们，真的太过瘾了。你看四周啊，就我自己一个人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老过瘾了，都没人跟我抢。尤其啊，长在这个木堆里，你看它这个板儿到底多深啊，哎呀哎呀，真好啊，这时候采呀刚刚正好，不大不小啊，全都是小蘑菇丁啊，真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，看太漂亮了，哎呀这都得捡回家，而且还采的时候吧还得注意点，别把这个头碰掉了，因为它在这个树壳子里边，看这边，你看这边，你看我还有这么多没采呢，看这都是。现在啊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我都已经踩着一方便袋了。今天有点失误了，因为不知道会有这么多蘑菇，没背筐。幸好聪明啊，带了几个方便袋。你看这一袋已经快满了，还有这儿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真过瘾呐！再欣赏一会儿。哎呀，都不舍得踩了，太激动了。如果朋友们你们在山上，一定也非常的高兴啊！哎呀。真的是，你看这小丁一个个的太好了，看我的手你看这一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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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采了四袋蘑菇啊，就刚才咱看这嘎一小片，太过瘾了。而且今天采的蘑菇特别好，都是这种刚出的小蘑菇丁啊，而且都矮粗胖型的，看好不好太过瘾了，哎呦我去，这里的根儿没摘啊，一会儿等到下午晚黑下山回家的时候啊，到家没事再摘吧，因为一会儿我还得上山去打松塔，所以时间有点不够用，着急忙慌的采呀。今天主要也不是来采蘑菇的呀，这走道碰上了就得采呀。我把这些蘑菇呢一会儿就放这个道边上了，因为不敢折腾它，如果要是今天主要我没带筐啊，也没寻思采蘑菇嘛，所以要是说搁身上拎着啊，或者扛着就会整碎，所以我就放道边了。我上山里头去找他们打塔子去。走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。喜欢我们大山里生活，喜欢采蘑菇的，给我留个关注啊，拜拜。